到永定湖的天山，我要给观音赶苦一世人啊！只管烧我火龙之年的火，烧落去，难不解是化作灰烬？啊，是安怎的？我怕那个中正爷一看到我火，伊火我鼻气害。我了解，一定是我所念的是火，点我火嘛是火，火是火，独吃火树时顶开烧过。大夫，既然你一看到我火，我就怕什么鬼也毁掉了。老人看到我火也无意思啊，害我准备去一只公枪里跨跨跪。天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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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雷之主，所怕无雷，要不要无雷？无雷代表雷公出海，怕雷到地，就吹死万方，万死出门。话说，你是你讲的哦，有这样邪门？这是非常恐怖，第一个有了咱
火、大火、电火，还有咱的电啊火，还有规个人拍电火，非常刺激啦！就为啥做你在咱曲工啊？规个人心中一团火，从来无止啊！对，你们看我的介绍就是真吃亏，这是非常恐怖，黄叔的好事，黄爷准备好势，这是准备好势，多得两两分。Yeah.